陈兴许愿指出脚杯，紧张时刻让在场的民众目不转睛。因为只要拿到最多醒龟的民众，就能夺到最大奖。就是这白花花的千元大钞，还有写上招福的吉祥兔。台南白河南天宫2023年宝杯赛春节头奖大加码，上看68万元。还蛮吸引的啊，如果赢的话就有68万，那就看谁的运气比较好。对，这金额还是挺大，挺诱人的。很羡慕，太心动了，现金比较实在。信众只要事先登记点灯，并支出2个醒杯，就能拿到2月5日决赛的入场券。咱澎湖潜水吼，来从这个做头奖，奖金加码到88万，啊，搁有两名一种6万6，搁10名6600。另外，台北葫芦寺就曾寄出韦氏牌机车、iPhone 13以及 PS5 等多项好礼。桃园猴洞坑土地公庙支出3个醒杯的民众可以获得一面平安金牌，而台南东龙宫也曾寄出125cc 的机车，甚至还提供连续抽杯最多者有3000元的安慰奖。春节走春，民众到庙宇参拜添喜气，还能试试手气。华语新闻陈妍为吴明业、高林景采访报道。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。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博弈，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。寰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，每周一到周六晚间9点，带您走进全世界。